我们现在将乘坐这辆火车去往马来西亚了。这趟火车是早上8:55出发，然后车厢非常的短，只有这么短短的四节。我们现在买好了票，然后进来找个地儿坐一下，没什么人啊。研究了半天，这个窗户是这么打开的，是往下拉的，它这里有个这个东西，可以了。我们是坐的过夜的火车，从泰国的华欣到的边境城市和爱的。这趟火车呢还挺多本地人坐的，我们提前2-3天买票都只买到了硬座。这个硬座车厢呢是没有空调的，整晚坐下来的确实比较难受。和爱呢是一座非常美丽的边境城市，这里的旅游业呢并没有说那么发达，大家更多的是把这里当做一个中转站，要不然呢去马来西亚，要不然呢去旁边的一个海岛叫利贝岛。听说和爱这边的海鲜自助还算挺出名的，我们晚上就去吃了一下，人均100人民币，种类还算丰富，还可以吧。现在已经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境了，但是我们刚刚问了工作人员，他说还要往下一站，所以说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哎呀，白紧张了，它这个两个站之间就隔了差不多500米1公里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马来西亚境内了，要从这边去办理一下入关的一个手续，应该是前面排队的应该是去马来西亚的。哦，这个警察的制服都换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入境马来西亚了。这个过关呢分为这么几步，第一步就是从泰国出关，大家一定要保留好那张出境卡。接下来就是入境马来西亚，注意的点有这么几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一定要填好电子入境卡，这个东西要提前填好，打印出来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离境机票，因为我们陆路去新加坡，所以说如实告诉他，他也不会查你这个离境机票。酒店行程单呢，也没有问我们。然后现金，我们是把身上剩下的泰铢呢，换了一些马币，但是他也没有查我们。从一楼出来呢，这边就是卖票的，但是它现在关门了。这张图是马来西亚的火车路线图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坐到巴特沃斯，就是北海，然后坐船再去槟城。它现在开始售票了，我们应该买到票了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11.4块马来西亚币。它这个票还挺便宜的，因为我们要坐差不多150-160公里，11.4马币就相当于人民币16-17块钱。还行，挺便宜。你在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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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着我偷偷吃东西。好客官啊，好客官啊！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。它上面是有个二维码的，扫一下就可以进来。现在去准备上车。现在大家都在站台上等待这个火车的过来了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是一辆黄色的托马斯。哦，这个车厢，这不是国内地铁吗？而且它这个挺宽敞的，比泰国的火车好多了。刚刚走了一下这个车厢，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车厢上是没有洗手间的，所以说大家最好在那个入境的那个时候啊上好厕所，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马来西亚的农村感觉和泰国差不多吧。跑了45分钟到了亚罗士打，现在车上已经人非常的多了。1小时20分钟到达双溪大年。到了马来西亚了，入境新的国家总是让人激动且兴奋。这是我们此次环东南亚的第5个国家。我现在的位置的话是在北海，我们刚下火车。这个火车就是跑了2个小时，从边境到现在跑了2个小时，后边真的是热的爆炸，它这个空调不太好使。我们现在的话需要坐船去到槟城，到底在哪里坐船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走去一下。那个槟城是在岛上George Town啊，然后我们就跟着大部队吧，跟着大部队绝对错不了。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出来后我们看到这里有指示标牌，有 ferry， 往右转，应该是往那边吧。他这个船票简直就是无缝衔接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坐船。看到这个黄色的小箭头，我们要往下走了。这个黑色的小房子就是卖船票的。这里是时刻表是吧？哦，这里可以扫二维码付款啊。买到这个票了，一个人是2马币，3块钱。哎，好便宜啊！
上船了，上船了。哎，是个小船，不过它距离也不远啊，就一会儿就到了。我们要坐到里边去。哦，有空调，哇，太爽了。哎，没有空调，有空调。我们要到那边去。这个船速度挺快的，几分钟就能到对面，很快啊，已经到码头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而且这个城市也看得非常清晰了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这有公交车，是吧？101502，这是公交车。下了船，我们看到这里有卖电话卡的，这是两个运营商，问问多少钱。它是有电话卡，15GB， 25马币，然后两个运营商呢。马来西亚这个电话卡需要实名认证啊，老板在移动操作。啊，妥了，妥了，妥了 ，OK 了。我们刚刚办好了电话卡，低级的那个电信商，然后一个月的套餐是40马币，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60块钱，就还可以。刚刚看了一下，我们住的酒店离这里600多米。挺近的，走过去。槟城初印象啊，这个楼挺好看的，颜色挺好看的。这个街啊，有些老旧的房子，可能它发展的比较早一点。你像那个房子都非常老旧了。然后《光华日报》，很多汉字。这个槟城是华人的一个聚居区。又看到一个中式建筑，这是个戏台。墙上这些彩绘是他们这儿消防局。啊，这是一个拍照的地方。然后墙上都是这些彩绘啊，这房子确实都比较老了。给大家看一下马来西亚槟城120人民币的住宿条件，这个地板，这个床，风扇，空调，这个灯啊非常的暗，然后柜子，加上洗手间，就这样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入境马来西亚，在槟城住下了。下期节目呢会带大家逛一下槟城这座城市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